昌吉，取昌盛吉祥之意，地处天山北麓，准噶尔盆地东南缘，三面环保首府乌鲁木齐，距离地窝铺国际机场18公里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交通枢纽中心，也是天山北坡经济带和乌鲁木齐都市圈、乌昌石城市群率先发展的核心区域，是新疆唯一拥有双世界遗产的地州。昌吉州经济繁荣发展，文化底蕴深厚，社会和谐稳定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两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。昌吉州旅游资源富集，国家五 A 级景区、世界自然遗产地天山天池，风景秀丽，西王母神话传承千年。天山天池脚下，北国风光，五江温泉城，是冰雪乐园，更是汤养圣地。国家五 A 级景区江布拉克，圣水之源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天山脉海，田畴似锦，沃野流金，世界吉尼斯大世界之最天山怪坡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北庭故城，世界文化遗产，新疆唯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见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车师古道，北疆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，全国10条最美古道之一，也是徒步探险爱好者的天堂。沿着天山1号风景道，走进天山木垒养心的家，感受胡杨的千年不朽，鸣沙山之世界绝响。走进百里丹霞风景道，这里是国内最长最雄伟的丹霞地质地貌与侏罗纪山系，勾画了天山地理画廊绝美景象。闻名中外的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隐藏其中，游读库从百里丹霞出发，峰峦叠嶂，五彩斑斓，令人流连忘返。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如珍珠般镶嵌在五彩斑斓的画板之上，天山北麓葡萄酒馥郁芬芳，香飘四海，葡萄酒庄之旅更是不容错过。昌吉是文化沃土，有新疆曲子、花儿、社火、刺绣等446项非遗项目，积淀深厚，特色鲜明，是多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。游新疆品美食，首选昌吉。丝路停舟，昌盛吉祥，新疆昌吉欢迎您。